一枕美伴这那个间加所做学校、医院、警察局、消防局、火车站、公车站、巴士站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游泳池、公园、运动场、屋子、房屋。房间、商店、花店、电影院、餐厅、商场、咖啡店、花园、面包店、银行、药房、牙医诊所、超级市场、理发店、服装店、肉店、修车店、大厦、山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音乐厅。我学校附近有一间很大的商场，商场里面的商店的种类很多。有很多间餐厅、面包店、书店、诊所、牙医诊所，还有一间电影院。很多服装店和一间很大的超级市场，商场的停车场很大，可以停泊很多车。我时常和朋友去商场吃午餐，那里有不同国家的食物。最喜欢泰国、越南和日本的饮食，但我大多数朋友都喜欢吃西式快餐。
我的表哥和表姐是好朋友，他们合作开咖啡店。由于资金不多，所以他们和另一个朋友合作，合租了一个店铺。他们的朋友用半间店铺开理发店，表哥和表姐用另一半店铺开了一间咖啡店，他们冲的咖啡很好喝，加上火车站就在商场里，所以很多人在店里喝咖啡，还有很多人外卖咖啡。一整美伴这那各间家所做，学校、医院、警察局、消防局、火车站、公车站、巴士站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游泳池、公园、运动场、屋子、房屋。房间、商店、花店、电影院、餐厅、商场、咖啡店、花园、面包店、银行、药房、牙医诊所、超级市场、理发店。服装店、肉店、修车店、大厦、山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音乐厅、我学校附近有一间很大的商场，商场里面的商店的种类很多，有很多间餐厅、面包店、书店、诊所、牙医诊所，还有一间
电影院。很多服装店和一间很大的超级市场。商场的停车场很大，可以停泊很多车。我时常和朋友去商场吃午餐，那里有不同国家的食物。我最喜欢泰国、越南和日本的饮食，但我大多数朋友都喜欢吃西式快餐。我的表哥和表姐是好朋友，他们合作开咖啡店。由于资金不多，所以他们和另一个朋友合作，合租了一个店铺。他们的朋友用半间店铺开理发店。表哥和表姐用另一半店铺开了一间咖啡店。他们冲的咖啡很好喝，加上火车站就在商场里，所以很多人在店里喝咖啡，还有很多人外卖咖啡。